Hello，今天收到了一个快递，后面是我之前上个星期订的，在 The Hat 上面订的一个咖啡壶，来自瑞典的一个品牌，名字叫 Hay，H-A-Y。因为我当时在网上看到这个外形特别可爱，后面又比较小众吧，而且制作咖啡的话会比较方便，它有一个 filter 在里面，就是一个过滤的一个东西，所以你只要放 coffee grind 就可以了，很方便。所以现在就来打开一下。它们里面开是这样子的，是有一份说明书，好像。Infusion coffee maker with soft brew, stainless steel microfilter。后面你只要把 coffee 放到这个 filter 里面，第一步。后面再倒入热水，就是刚烧开的热水，倒在这个咖啡豆上面，coffee grind 上面，后面再搅拌，停留4到8分钟，再把这个 filter 拿走就 OK 了，你就可以享用。后面这个地方是写了一个配量，就是多少咖啡倒多少水，很简单的一份说明书。后面准备打开这个，要怎么打开呢？这是一个盖子，这是一个盖子。我买的是 mint，是薄荷色的。这个好重啊！这个要怎么打开？后面，哦，这是一步一步开的。这是一个 filter，就是我刚刚说的，把这个咖啡 grind 倒在这里面，后面再注入热水。它这边的过滤特别细，特别细，很密又很细。Soft brew，再打开这一个，这就是它的一个 body 了，里面没有东西，它就3样东西在这个盒子里面。哦，它是陶瓷的耶。它是一个陶瓷的，但是，这颜色好好看哦。它是那种，它是800毫升的容量，800毫升的容量。后面整个是这样子。就是整体是完整的，一个是这样子的，这个颜色，它和宜家的有一款杯子颜色很像，这个杯子和这个，这是宜家的 IKEA 的杯子，后面这个是这个Hay 的咖啡壶。对，颜色好像是一种色系，他们是马卡龙色系，这一款好像还有一个咖啡色的、棕色的颜色，选了这一个颜色，
后面里面有一个哦，我刚忘记说了，我看到里面有一个就是你水注到多少，就是它有一个 max，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有一个 max， 一个注水线，就是你水最多能注到多少刻度线，大致上就是这样子了。我这个不专业的开箱视频，好了，就到这里为止，拜拜。